之后还是梦想家的进攻。这个犯规抓的是关达佑。怎么打的？感觉好像还好。嗯。这是网球啊，你说这样他这样推推推推，他接到球，你也很小。我也是持续的在跟裁判沟通啊，尺度问题了哈，因为毕竟现在是加罚状态啊，苏哥可能是认为说，这个球也没有过度的影响到 Boyd 的接球，那你吹这个犯规的话，其实变成 Boyd 有两罚的机会。